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日前晚上，何猷君携未婚妻奚梦瑶现身铜锣湾逛街，两人还到婴儿用品店看了婴儿床。港媒称，奚梦瑶上围更明显升 up， 加上偶尔摸肚，像极了初孕。此前何猷君求婚时便传出奚梦瑶怀孕，女方在戛纳电影节上受访回应，你们怎么想的，你们开心就好。我可以穿着高级定制在戛纳走红毯，我也可以穿着直男审美的粉红裙子 say yes， 我真的不想要各种事情，所有的事情，我现在只要上热搜我就害怕，人生中已经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